话我猜，这一轮呢我们进行画画接龙，两队分别参加游戏，参与游戏的五个队员需要在10秒钟的时间里面完成接力作画，除了作画的队员之外，其余的人需要戴上眼罩，第四个人完成之后由最后一名队员来猜题。那王牌家族先来啊，你们就是接力画同一个词儿。你们这四个人像要被人搜身似的，每人只有10秒钟，计时开始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。你连基础的都没画出来，你好歹来俩这个呀。下一个画画，计时开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小灯，计时开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哎呀，小灯，你赶紧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可以不添花，但别添乱，行不？这是羊吗？自己画的时候还特自信，画的是什么？你那个花太不菊花了，这是什么呀？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。一，好，时间到。你干嘛？你小宋，摘下眼罩。这绝对猜不到。判断一下，你的队友们画的是什么？一首歌的名字。啊？不是，你过分了。这首歌唱的时候，他还没出生呢都。我都觉得难为了两代人。这是什么？公主。这是什么？看。这是奥特曼呢。公主在看奥特曼。我给你一点点提示好吗？因为刚才我知道腾哥画的东西了。你有没有想象过这有可能是一枚胆？很大的一枚胆。什么？这个他真的猜不到。谁是第一个画的来着？我啊，你说说你画的是什么东西？我画的是一个小人儿，然后画了一条鹿，他在走。第二个是我把头发画出来了，然后画了几笔这个，本来是想画个那个海胆。海胆？海胆？对对，这地上有很多海胆。那谁能想到地上的那是海胆？没来得及画完。我画的这个是往前，然后这是一个拳头，然后就是揍人的意思。小童，你到底听过这首歌吗？去揍人吗？这首歌是妹妹大胆往前走。你说出来了，你是什么意思呢？哎呦，可以说他反正猜不对。原来。腾哥，给你一个小时，你画一个胆是什么样子？我真给你画个胆。行啊。这个首先我以为就是一个人啊，那个人是从胆里孵出来的。等一下，他买了个烧饼揣兜里了。哇，还有肠。对。哪来的这种自信呢？哪来的自信？关键是胆长人的右边。不是，我这画的是背后。脸呢？他转过来看胆，是吗？转过来看自己的胆。哎，我的结石。接下来是小说家队，谁来猜谁第一个开始？我来画。提示一下大家，杨迪是最聪明的。我猜就行了，你们一顿画啊。来，请准备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
六五四三二一，伸到。雷佳音来，开始，十九。三二一，伸到。你误导，你误导那样。认识，对对，行，就差不多，差不多是这意思，对。秘密来啊。秘密，我建议你把他们的都擦掉，重新画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二。一一赞助，六五四三二二，没一，给了一个肯定。子健来，等会儿我先准备好。啊，还在擦的呢。开始。八七六五四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再打个叉。时间到。我相信迪哥可以的。杨迪，你可以。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个海报吗？这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什么意思？批改作业来了是吗？我画的勾就是很好的意思，我认证认证。你猜一下哪个是子健画的？这你要猜出来了。子健画了吗？你参加了吗？没有。他没有别的人，就是一个人画，就是一个人拿着一把剑。哎，对，五个字，又是刺杀小说家。不对，这是个疯子是吗？这是个疯子吗？你刚才说那字儿对了，荆轲刺秦王。不是那个字儿，那刚拿什么玩意？拿着一个，这是一个人拿着一把剑，拿把剑。嗯，那个字儿对了，五个字儿剑。剑，这能猜出来？不可能，这能猜出来？这女的，你看，你这不是这不是女的，就是这么一人，身上有点什么气儿，仙气儿。哎，仙，《仙剑奇侠传》，漂亮，就是她，《仙剑奇侠传》。这也是描述了很多才能猜出来啊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对，你画啥了？我画腿，我把它画成人了。我去的时候不是人。这俩呀、啊？我以为是美人鱼呢。对呀、啊，他这一下误导，你知道吗？你那要不是啥？你这是啥？你哪怕是个裙子也行。你们别争了，都画得烂。这么个画作还要探讨？最后一轮，我们让小说家队再画一题，来换一下位置。准备好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！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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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！来，秘密来！哇塞，这个太好了！哎呀，画的真好！十、九、八、七。六五四三二一，时间到。思路挺对的。完了，那这画不好就是我的事了呗。对对对。转身，十九九八七六，他打个勾。三二一，漂亮。这也挺关键。胡金飞来，十九八，七六五，
杨迪，对不起是什么意思？实在是帮不了忙。我看一下，一个人在睡觉。杨迪能猜出来。他在睡觉，然后他在浮想联翩。哎，对。盗梦空间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七个字。啊，七个字。就有点难了，七个字。梦里花落知多少？快了，快了！猜对了一个字，猜对了一个字，我说了七个字。梦，梦，就可能梦字是对的。看看怎么圆一下自己已知的答案。我真是不知道。五，哎，别着急。四，好难啊，这个三。我那个一，二，一。一帘幽梦，算了，不知道。一场游戏一场梦。杨迪，你竟然猜不出来？游戏在哪儿呢？对呀，没有啊。对不起，那个人应该画游戏的。本来这应该是游戏。手柄，手柄也行啊。我反应不过来了。这关键是一数秒啊，就已经懵了人。懵了，一场游戏。你看你挺会画的不是？鞋垫儿。